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啊。那当然今天的加权指数又大涨了140点，好，140点，好，加权指数啊又来到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新高了哈。好，当然从今天开始啊，哦，这个大盘的形态啊整个都改变啊。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啊，如果说这个区间震荡嘛走形态啊，未来如果说出现了啊过前高这个地方的话，再走所谓的形态，好，这边的话叫左肩嘛，那形态成型啊，代表未来啊，这个多方控盘啊，啊个股轮动，啊再加上所谓的股东会的行情啊，啊下个礼拜啊，有很多的股票，啊直接就喷上去，啊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直接喷呐，啊一喷二喷三喷，每天很多的股票都会不断不断的喷呐，这个叫做行情啊大爆发。好，你之前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行情啊，你也不会相信，但是严老师跟你讲打房的一个力道啊应该会很强，强到让这些资金啊全部回到我们台股的一个怀抱，这样子台股未来啊它的强度啊会越来越高啊。当然这个台积电休息一下啊，你也不要去做它，因为这个地方做啊，这时机还没有到。我们讲说这股票操作啊，有时候要讲天机啊，这天机没有到，你就不要去碰它，啊，台积电200块你不买，300块钱你不买，啊，涨到500-600块了你才去追，当然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赔钱了哈。那四月份到底要做什么股票？好，你要去参考一下今天啊三大法人的买卖操，哦，新的标的大概是，对，大概是哪一些啦？啊，几乎都是类股轮动啊，几乎都是类股轮动啊，哈。那当然，这4天的连续假期啊，有人呢，啊，忙着要去扫墓，啊，有人要去祭拜这个亲人，啊，这个慎终追远，这个很好，啊。但是今天也是愚人节嘛，有人不是跟你讲说清明节快要变盘了吗？变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变。啊，等到下一次要吃肉粽的时阵啊，伊阁甲你讲啊，哦，清明节没有变。吃肉粽一定变，啊！如果吃肉粽又不变呢？他又跟你讲啊，我们等着吃月饼，这种叫做赌博式的操作啊！赌博式的操作啊，真的啦，跟你紧啊，知道不？跟你紧啊，那个今天就不要再讲，对不对？穷寇哦，莫吹啊，没什么好吹的。现在睡公园的人啊，空头对不对？睡公园还要挂号啊，那椅子啊排不下去啊。啊，千万不要去放空了，好不好？你至少要把多头做完，你再去放空啦。那我赞成啦，我举两只手赞成嘛。啊，现在就没有看到空方讯号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有空方讯号？你告诉我，啊，开盘就是空，上涨你也空，下跌你也空，空到现在，啊，下个月可能在这边啦，对不对？你还要空嘛？对不对？死脑筋啦。这脑筋啊很死啊，我相信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，锁定严老师频道了。我这个大盘的趋势有没有跟你讲错？洗完了再上，啊，新的标股会出现，就是一路大涨。等到关键性的转折，有人说涨不动了啊，前波的一个高点在这个地方，我说这个地方走形态啊，哦，形态区间，那今天在这个地方过高了哈，下个礼拜会帮你换一个新的，好不好？新的台股啊，推背图啊。但是如果说你愿意啦，好不好？你愿意的话，今天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好不好？你现在直接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我今天会把最新的台股啊推背图第三章过形态之后，左肩右肩怎么走？走完了左肩，形态怎么走？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标股？啊，我都先让你知道，不要用马后炮的。我认为马后炮对每个人呢都不公平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说今天看到严老师节目的哈，啊，4天的一个连续假期，如果说你扫墓扫完了，啊，出去玩回来了，啊，看到老师节目，代表严老师跟你有缘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缘嘛，啊，麻烦大家哈，想要知道台股未来的走势里面形态怎么走，有哪一些标股的哈，现在赶快扫描我们 QR code。每个人都说老师，你这个放 QR code 时间太短了。我现在在放在那边让你扫，会不会下个礼拜会出现一档4月份最强的？
啊，好，你做参考好不好？哦，四月之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啊会在这个 QR code 里面放一档股票，全新的啦，全新的底部的好不好？底部开始发功的，底部开始起涨的。我也知道说你们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大敢去追啦。我现在跟你讲，底部的股票你去买，你绝对你敢买，但是不是买下去不会动的那种啊。啊，有人叫你去布局那种底部的嘛，买下去都不会动，那个千万不要，唔贪啦，好不好？要买下去它会动的，未来会大涨的，啊，会跟这个大盘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目前为止在这边的啊，买下去就上涨了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今天啊连续假期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加入的赶快加，赶快加，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啊，一切都来得及，未来四月之星，啊，就在里面，啊，就在里面。啊，当然我们做多的话，我们就拿证据给大家看了，好不好？深丰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同志涨那么多，有吧？啊，维生最近又创波段新高了，啊，先进光，老师今天又涨停呢，先进光不要再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追了，未来看这一支啦，这支机会也很大了，啊，这支拉回注意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不要追了，好不好？拉回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啊，符合我们政府的规定啊。公股票要公三支，环球金公准，先进光拉回注意一下。啊，这个有人说老师你从来很少打折，这两个字看得到吧？我今天证明给你看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会吹牛吗？我不会吹牛啊。我今天证明给你看，我拿证据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看到这档股票。你看老师节目没有看过先进光的，你举手。啊，你举手，老师送个奖品，好不好？你锁定我们下午三点半的节目，你看那么久了、哦，老师我从来没有在你节目里面看过先进光的，麻烦你举手，你去跟我们助理讲，老师送一个礼物好了啦。看老师节目看那么久，你说没有看过先进光？三月九号的先进光，底部的先进光，啊，拉回新的，啊，拉回能不能买到？直接喷了，还跟你讲股票操作看未来，啊，这边买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也买得到，还再送你一次，送你的时间在三月十二号，今天四月一号，啊，今天四月一号，啊。当时候跟你讲什么六六大顺，因为先进光涨六支嘛，啊，我们就扣掉二四六六支，七八九十，至少还有40%，我这样讲应该对吧？哈，哦，你相信我的人呐，哈，你拿到资料，你应该会有动作，你应该会有动作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你要有买有卖，好不好？这是今天的先进光哈，不要再追了，啊，不要再追了。哦，拉回一样啦，可以做了哈。那老师刚刚跟大家讲什么？我说这两个就是最好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绩效就是最大的一个优惠。啊，最近参加严老师的，我应该没有给你优惠啦。啊，如果有的话，那是我们助理真的啊，对各位非常非常好。我们助理其实都很热心，啊，都很想帮助大家了哈。我也不讲什么比较等级比较高的看不到的会员等级啦，我就拿这个最简单的普通会员好不好？因为普通会员最近哦，有些股票卖掉，啊，当然很多人参加了，啊，参加严老师的普通会员，啊，那我当然要想尽办法让你赚，你讲的对不对？对了哈，哦，来看一下，啊，这档股票开盘价69块钱。能不能站在买方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马上拉涨停，这个代表什么？ money money 啊啊，现在是小钱对不对？啊，未来会不会变成大钱？你要的是这一个啊，大钱啊，你要的不是这根涨停板啊，这根涨停板没有什么啦，对我来讲哦，豆定迷缸啊，但是我不是那种表演型的，啊，一天一根涨停板，所有股票通通涨停板，然后对，一年的话有1000-2000只的那种，啊，那个叫 Ben Senna 啦，哪有这种东西啦？
你操作要拿出证据出来嘛？开盘你有没有买？你有没有简讯？我说过是普通会员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这边喽。啊，这个就普通会员呐、啊，普通啊。这一档股票9:52，恭喜你。这一档股票9:50，我抠下来，只有差2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当这档股票拉到涨停板的时候，我们的普通会员，这档股票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，你要卖，你随时可以卖，我非常欢迎啊。你卖掉就赚钱了，对不对？你对老师有信心的，你就按照我们简讯做好不好？按照我们简讯做好，简讯保密，保密啦，保密防跌的，好，保密啦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啊看节目在操作，我真的啦，哦，真的啦，这个有时候这看节目参考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希望大家都在做这个东西啦，不是每天在节目里面打折啊，打什么折？啊，打什么折啊？操作不好，可能是要打一下折扣嘛。啊，还有人每天过生日的，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有人啊，这个每天在做生意，严老师很少跟大家做生意啦，我们只谈事实啊。昨天跟你讲哪一档股票啊？典范，对不对？这个昨天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第三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卖一趟好不好？你不要说老师，我都不要卖啊，就卖一趟啦，拜托啦，卖了就赚钱嘛。为什么你不卖呢？啊，一二三啊，杀鸡呀啦！先卖啊，等拉回啊。但是有些股票你没有布局的哈，你像这个股票没有布局的，我叫你先卖，等拉回。今天还是一样有拉回啊，一样有拉回啊，是不是？一样赚得到钱嘛？有时候操作哦，老师跟你讲的话，你要听得下去。有时候操作要稍微有点耐心啊，没有耐心的操作哦，我跟你讲哦，真的大钱哦放在你前面哦，它都会跑掉，自己长脚哦，会跑掉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最近我的会员收进来哦，不是严老师自己在讲啦，我们的数值都非常高，哦，超过500万资金的很多，哦，我们都讲过话。我相信我把我的理念告诉你，哦，这些比较大咖的投资人啊都能够接受。好，一档股票啊，我们去找那种强势股，这种股票我们来走买这个多头走势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次就是买多一点，啊，有时候用单股锁单的方式，啊，都能够赚得到钱哈。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哈，来，天不渡人啊，人需制度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四月份的操作尤其要注意这个发动点，要选在底部的大户中实物在买的啊，会喷的啊，有人去买这边啊，发动了没有？发动了 啊然后又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喷嘛，发动没有喷，未来就没有这个啦啊，未来也看不到这个啦啊。有人对不对射飞镖嘛，我们冬季奥运啊没有那个射飞镖比赛啊，有些老师股票很多啊，一级会员啊，十几二十几啊，三十几啊，每天啊都有啦，哦，这个叫做没有看准嘛，我看准好不好？我要看准以后再出手，哪一些股票看得准啊？这 AES 是不是？这看得准不准啊？这在低档区啊，哦，这边也很准的啊，三天三根涨停板，你今天卖掉你还是赚钱啊，这样子讲的够不够清楚？啊，当然今天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哦，这清明连假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佛经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啊，佛经的故事啦，啊，这个节目啊，也真的很宝贵啊。这下午3:30的节目啊，老师在这边啊，真的要宣扬一下了哈。清明节四天的连假，让大家去缅怀先人，啊，缅怀先人，啊，那去观自观，看自己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思啦，啊，审思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前世无名造业啊，今生啊果熟啊受报哈，我一生啊信奉啊这两句话，啊，前世做了什么东西造业，今生
你受的报就是这样子。有人在万叹说文命真歹，他大概不知道你前世做了什么事情啊。当然有人这辈子命很好啊，我有个会员那命就很好啊，每只买每只都大赚，别人买都不会赚啊，他买就一定会赚啊。我在 LINE 里面就写说，哎，你这好命呢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哦，跟这个因果哈，我相信哦有关系的哈。但是做人一定要善良，做人一定要善良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定要善良。这是严老师啊，人生经历了，目前为止够50岁啊，我今年大概50岁了哈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做人一定要善良，做人一定要凭本分，啊，能帮助人家的，也一定要伸出双手去帮助人家。啊，我的人生的理念是这样子啊，人生只能走一遭，也许有来世，但是你要注重今生啊。所以说投资人啊，有求于严老师，我一定尽力，尽我的能力，啊，尽我全身的力量，我去帮大家。啊，这个就是严老师的人生观，这个就是我的职业，我相当尊重我的职业啊，我不会对我的职业啊，啊，去亵渎他啊，用骗的。我非常忌讳啊，人家就是用骗。这个股票我有做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有做。我相信我的会员，普通会员都在看节目嘛。你今天看到这一只，你有没有买？我不知道啦。啊，拉到涨停板，你一定知道是哪一只啦。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哦，就是用猜的。公准也讲很久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从2位数现在涨到3位数了。这天还送你嘛，公准的接班人公准。3月份啊。对不对？奔牛股，公准，啊，公准会不会涨？慢慢看，操作一定有证据哦。我先讲哦，操作没有证据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骗子。严老师操作一定跟你讲证据啊。好，我先恭喜一下我们的普通会员，好不好？普通的啦，啊，一般会员啊，今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快乐度周末，啊，那拉回再做好不好？你们要赚的是大条的啦，像这种的好不好？不是说只有这样一根啦、啊、一根没有用啦、啊、要这种的啦，这种的比较多啦，比较快啊。那当然今天连续假期严老师送大家、啊、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啊，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，我先把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来齁、哦、啊，这档股票叫做四月之星啊，先进光已经来到什么，来到120块啊，先进光已经有10根涨停板。好，那现在这一支会不会跟先进光一样？我认为会哦。为什么？他们走的模式非常非常的类似，都是有人在照顾的。股票没有人照顾哦。你说先进光要涨10只，对不对？干五扣零，这支马五郎叫狗啦哈、哦！暴冲暴冲会倍数翻的股票，好不好？我们说会涨的一支就够了，你不用买太多支啦，这一支就够了，会涨的一支就够了哈。哦，严老师有最新消息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今天动作要快，你的动作要有多快啊？赶快扫描 QR Code， 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扫描四月之星全新的这档股票是全新的哦。啊，我说哈、哦，下个礼拜如果喷上去了，它会不会锁了5000张、10000张啊？你认为会的，你赶快扫描；你认为不会的，没关系，我让你来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说是直接喷涨停哦，锁了5000张、10000张哦，这样比较快啦。所以说你要赚大条呀，你机会哦要把握一下哈、哦。今天全部开放给大家扫描 QR code， 机会只有一次，一年一次的机会，四月之星啊。那老师，我今天拨电话可不可以？你拨电话记得哈、哦，你今天电话比较难拨，我们公司有20条专线，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，很重要。你把它拨通之后，你直接问四月之星我要做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你先进光赚到了，我恭喜你哦，我给你恭喜，买一支的赚一支的，买两支的赚两支的啊，赚5支、10支的我都给你恭喜啦。但是不要再追了，这够了够了够了哈、啊。那先进光的接班人就是这档股票，就是这档股票四月之星哦。严老师最大的诚意啦，哦，今天呢、啊、这个公司关账已经关过了，我再开放一次，好不好？严老师最大的诚意啊，今天最重要的是4天连假，先把重要资料带回家，打开来看一下，是哪一支？
满意的话，下个礼拜发动点一到，跟上严老师的脚步哈。好，前面十位的，前面十位打电话进来的好不好？我亲自通知。要拿资料的，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黄金60秒直接开放，四月之星直接扫描，直接知道。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大赚，打电话进广告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，历经多次万元与空投，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，擅长基本面分析。今年大盘结构最能洞烛机先，充分掌握风险，积极拜访公司，深入产业研究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、全程注意安全；二、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；三、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，以标线为参考基准，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、号志等一并摄入；四、拍摄碰撞点、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；五、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，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。人没事，车能动，自行拍照，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！下礼拜这个大盘一开的话，可能很多股票都直接冲上去了哈。所以说我今天啊，送给大家这份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哈，你一定要拿到。好，利用这4天，然后这个连续假期，啊，先把资料拿到了，好好看一下。哦，看完了之后，把锁在保险箱里面，不要给别人看。啊，尤其是那个营业员啊，营业员呢，这嘴巴比较大。对不对？他知道，大概全世界哦都知道了啊。万一下个礼拜一开盘，老师我买不到，太强了，我买不到，啊，这个就买得到啊，怎么会买不到呢？投资人一直跟老师，老师有些股票买不到，啊，这就今天就买到了嘛，普通会就买到就赚钱了嘛。有时候哦，这个嘴巴不要那么大，然后操，资料拿到以后回去啊，好好的保密一下，好不好？保密一下哈，那下礼拜操作集中火力啦，我们大家就用单股锁单的，就买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阳明光你也可以锁定嘛，就买一档嘛，哦，底部的阳明光，啊，没有叫你追啊，啊，这边可以买嘛，哦，这边也是可以买啊，啊，连续3天都买得到啊，啊，买到就赚钱了嘛，啊，会很困难吗？不会啊，哦，之前操作天域嘛。你说老师这涨太多了，啊，涨太多也是从低档去开始涨的，啊，大盈为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啊，这档股票四月之星啊，是严老师的私房标股啊，严老师的私房菜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只有今天，你错过了今天你就等一年。那老师啊，我今天打电话可以吗？啊，打电话拿标股，但是记得动作要跟我们一样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拿到标股自己做哦，我先讲哦，你的动作要跟我们一样哦，你的动作不一样哦，不见得赚得到钱哦，哦，这个动作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赚得到钱嘛，啊，哦，这个先进光也是一样嘛，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还要再数吗？有赚的话我恭喜你啦，没有赚怎么办？
啊，没有赚怎么办？先进光的接班人是谁？血统最纯正的标股就在这边，今天推出四月之星，全新的，未来会爆冲，未来会倍数翻，会涨的一只就够了。开放黄金60秒，直接扫描我们 QR code。今天打电话的人，记得今天，只有今天，你电话一定要拨通，很重要，切记。把电话拨通了之后，先知道是哪一档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下礼拜跟上我们一起动作哈。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，赶快扫描，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。今天老师最大诚意，四月之星先带回家。另外，严老师最大诚意，最大诚意，黄金60秒开放，赶快把它带回家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分析师历经多次万元与空投，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，擅长基本面分析，精研大盘结构，最能洞烛机先，充分掌握风险，积极拜访公司，深入产业研究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嘿，小偷，cobre a boca para tossir.